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种果子呢叫野柿子啊，长在这个悬崖边上，长得非常的多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它的个头呢不大，看到没有，个头不大啊，不是说很大个的那种柿子一样这么大的啊，但这个个头一点都不大啊，就这么小个。这种野柿子呢做盆栽是非常漂亮的啊，而且它栽在家里面也非常的喜庆，瓜果儿非常的多啊，瓜果儿非常的多。像这种野柿子也非常的难得啊，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，只有我们贵州才独有啊，贵州独有的野柿子，满满的一颗。有喜欢野柿子做盆栽的朋友啊，可以跟琪琪吱一声。这个野柿子呢非常的甜啊，非常的甜，小孩吃了三天不洗脸嘴边都还在舔啊，看一下。而且它长得像个桃子一样，像个桃心，像个桃啊，说明很有爱心的。那上面那里还有这一颗也是，哎呀，哇，有喜欢的朋友，有需要的朋友，有想吃的朋友，也可以跟琪琪吱一声。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